翻开一本书，犹如开展一个新世界。对家中有学龄前小朋友的父母来说，绘本是跟孩子共同探索一个新世界最好的桥梁。从选绘本、看图说故事、朗诵书中的字句，整个过程当中有了甜蜜的互动，不过也需要各种巧思。有些爸妈可能会问了，到底应该怎么样选择好的绘本，怎么样读绘本，小孩子可以从绘本中得到什么呢？我相信也有爸妈会问，那么在读绘本之前，我自己又应该具备哪些知识呢？今天我们的来宾，我们特别邀请到绘本专家，我们要欢迎的是杨茂社教授。教授您好。你好。您出了一本书叫《重要书在这里》，是谈到了很多绘本。对，为什么你会开始研究绘本？然后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本书呢？开始研究绘本，因为有小孩。有小孩他就要看绘本，来看绘本。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？我的孩子今年26岁，所以是26年前的事。26年前的事。好，我觉得看绘本真是很愉快的事，因为绘本看绘本其实还可以看戏，绘本是我称为纸面剧场。因为有图有故事，然后其实在跟小朋友讲故事的过程也有声音了。对，都有，很有趣。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父母在跟小朋友读绘本的经验。不过我们现在回到这本书来说的话，我看这本书的时候，我要跟教授承认一件事。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，我看了3页，我放回去。第二次我再拿起来，我看了10页，我再放回去。因为其实它不容易读，它不好读。然后呢，有一天我告诉自己，我一定要把它读下去，所以我就静下心来读。结果我读了2章、3章以后，我发现这是一本非常非常好看的书，不亚于我看好看的绘本。后来我就在想，到底为什么呢？我再来看了一下封面，我们的副标题是杨茂秀的绘本哲学。所以是以哲学的角度在看绘本吗？是。为什么呢？其实在古希腊，你阅读东西这是社区的事，不是个人的事，是社区大家一起的事。如果我想我自己读史记的时候，修课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史记的本子是没有标点的，所以你要自己剧斗，所以你要读的话要爬书，慢慢把它书口传的它写成书面的，你要把它叫变成口传的时候，它是在演出。所以绘本的阅读本身是一个演出，啊，那里面就产生了我说的这个哲学呢，是我们的思维的过程。哲学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对自己思想的过程呢会很在意。换一句话来说比较好，就是说思维本身是一种玩具，文字本身是一个玩具，所以是让你把玩的，而不是让你看看获得意义就算了。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个思辨的过程，思考然后再辩证的过程。教授您在里面有特别提到了一本书，重要书。对，那其实跟我们这个书的标题也是有关的。为什么会特别要介绍这本书？先来跟我们谈谈这本书。好好啊，重要书就是 Margaret Weis Brown 写的书。它是一种诗的方式来呈现。对啊，其实有，你如果看的话，就发现很多废话，是这样。可是那个废话，在这个戏剧的场合里面变得很精彩。我就念他第一个，他说：“汤匙重要的是你用它来吃东西，它像是一把小圆锹，你握在手上，你可以把它含在嘴里，它不平，它有点凹下去，而且它可以把东西咬起来。但是汤匙重要的是，你可以用它来吃东西。这个前面两个一样，头跟我一样，中间的有很多观察，是不是？这个其实是让我们对东西，我们看的时候，你重点在哪里？他用描述的方式并没有说什么，可是因为他说汤匙重要的是用它来吃东西，那你当然有你的说法，汤匙重要的是它可以拿来敲杯子，对，这是如果一个小孩在用的话，它一种形式嘛。但是它这个形式呢一直贯穿下去，谈了好多多东西，比如说鞋子，他说重要的是你要能够穿下去合脚，是对不对？对。有一次我跟孩子谈这个事的时候，他说老师，鞋子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脱下来。没错。他
他在阅读的过程中，他已经在思维，他把它当玩具，他可以自己玩。Margaret Weis Brown 呢，他写过的书像《晚安月亮》，这是台湾人人都知道，大家都很喜欢，非常好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也是描述小孩不愿意睡觉的时候那种心境，对不对？他其实是叫做实验啊文学的一个大咖，所以你看到他的作品，像《重要书》，他是这样子。心路的历程，不断的跟插画家、跟孩子活动，它是，是一个实验场。关于重要书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没有一本是重要的，重要到你非读不可。要是有人像我这样介绍给你说某一本书多么重要，你参考看看就好了啦。像是人家介绍你一道菜，你先吃一小口就好，不合口味吐掉又何妨，就是吞下去也不会难以下咽。记住，是读书如是饮食，要一小口一小口，那会比较健康，真的。我想要透过这本书来提出我自己的一个疑问，或者很多是父母们的疑问，就是单单针对这本书，其实你就提出了好几个观察的重点，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这是一个实验性的文学，然后你也提到说其实要懂得它的音乐性。对，那这个提醒我了，原来我看起来念过去就算的东西，它有这么多思考的角度吗？有啊，它就是个书，就像玩具啊，就你去玩，它并没有一定的玩法，好，那不是工具性的，这是种比喻，对不对？对，它的音乐性当然很重要。我们这语言的意义是来自它的音乐性。比如说，你说“嘿”这个字，啊，我说“嘿”，嘿，嘿，同一个字写在那边，你念出来的意义，那个声音不同，它就不同，嘿。你就变成音乐的时候，它呈现的意思不同，所以绘本里面不只是图，不只是文字有音乐性，图也有音乐性。其实刚刚我听你这样子大概念了几个字，我就感受到你刚刚讲说是纸上剧场这件事，那其实我相信对很多父母来讲，其实我们也都上过一些课，就是怎么样跟小朋友讲故事，然后他告诉我们你可能要演角色啊，有时候变成大野狼，有时候又变成小红帽的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停留在说故事的阶段，但是这本书提醒了一件事情，好像更重视的是一个观点，是吗？对，这说的观点真很好。那你看看，你站在这边，我们这边看是这个样子，我到那边看过来是那边的看的样子，可是你位移到那边，你看到我和他看的样子，是观点其实互相沟通很重要，能够采取对方的观点到那边去看。孩子一样拿到这本书，他很小的，多大的孩子都不一样，对，所以他的反应也不同，而且你自己的心情也不同。你早上八点钟看一种心情，到了晚上八点钟、十二点拿出来看也不一样。所以在这里说的观点是跟时间、跟空间、跟你的心境、跟你这本身当下的那个想什么事情都很重要，很有观点。小朋友的反应也很重要哦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小朋友的反应比我觉得一本绘本，常常我们在谈书的时候，大人就有这样的想法，小孩会懂吗？我从来的回答就是说，小孩不是问题，小孩本身就不是问题，真的不会懂是大人。那有时候大人也会试着说，我要告诉你一些大道理，因为这本绘本不是表面这样，让妈妈来告诉你一些道理。好像很多妈妈在讲故事的时候都会把大道理加进去，可是对小朋友来讲，他可能不想要听那么多的分析。哎，谁要听啊？你以为大人要听吗？也不要。我觉得它是一个戏，戏就是不在那边说道理，重要是有没有趣味。而我是觉得它不是传染来的，不是那个道理本身。但我有朋友，他有一天来看我的时候，我跟你说一个笑话，然后他就一直笑。我说：“哎，你笑话还没有说，他妈还没有说吗？”一直笑，然后笑完了，我说：“啊，你笑话呢？”他说：“哦，
太好笑，我忘记了。我到现在也没有听到那个笑话，可是我被他传染了。是，我也被你传染，我也笑了。笑，对不对？像文学和艺术，最重要是你看到那个东西，会深入到你的内里，呈现出来，那个东西会传染。你说哦，这个故事很好啊，你一定要看啊，没有用。就是试吃嘛，你给他感受到那种美，他自然就要进去。教授，你里面还特别推荐了一本书，这个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《公主和月亮》。哦，对，对，这本书来说说好吗？哦，这本书我太爱它，《公主的月亮》其实它是讽刺的文学。爱小孩要月亮，然后他这个国王就叫大家来，怎么样想办法？这些大臣每一个都来邀功，因为他知道拿不到月亮，就是推脱拉各种方式都有。最后他的弄成，来了解是说，他是先了解小孩，你要的在哪里，是怎么样？他说在那个树上，他们就可以要到。他说啊，那容易，他就是打造给他嘛。他要的其实就是他生活中一部分的趣味，可是我们以为他要那个东西。对，而且其实我觉得提醒我一件事情，也是教授你在书里面有提到的，就是大人常常会自以为是的以社会化的观点，因为我们会觉得你既然说要月亮，那你要的一定就是月亮。但我们没有去倾听公主你讲的月亮到底指的是什么啊。叫父母说不要教小孩天方夜谭，他总是想要教。但问题是你教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刚才提醒了，会不会真的我们不晓得他要什么东西？如果你跟他谈一谈，你会从小孩身上学到很多东西。像我以前读一本书啊，我没有在这边谈，是那个，Lucia，我的女儿有一天读17遍一个早上，读了17遍，对，一遍再一遍，当时都一样，我就变了一下。变他一下，他不容许。说：“哎，你错了，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？”你被他抓到了。对，而且他会等待，比如那个马，他看到那个自己很脏的样子，他说：“哦，我不喜欢自己很脏。”猪说：“脏有什么关系？”他说：“你是猪哎。”那女儿每一次都要听那个猪说话，你是猪的，他笑到不行。他那个细节，孩子读绘本常常有那个细节喜爱的部分。大人，你看看。每一个人喜爱的细节是不同，所以在这个绘本的推荐的里面，还有一个我个人是蛮好奇，但我相信你是有特别想法的，就是日本作家近藤美子的《野日记》。对，因为这个题材是比较特别一些，他讲到一只雕过世之后，所有的昆虫啊、鸟类啊来吃它的身体。这样的题材您认为也是该让小朋友去理解的吗？或者是说家长又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呢？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来看，有人说这根本就是绘本的金刚经啊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它是有关死亡，但是死亡之后你就变成回归大地，变一切存在的食品，就是它的营养。可是小朋友懂不懂啊？哦，这个问题太棒了。我还是回到刚才说的，通常不懂是大人，小孩他是会懂，而且他有趣味。我跟很多的小孩做这种活动，他们看，他们在看啊，今天多了好多什么虫子，什么虫子来，他们在做什么？这盛宴啊，他们在吃东西耶，他们真的清楚这个时间，它有两种空间一直在那边。好，但是时间转化，几月几号，几月几号？你开始是这个雕过世的，所以他的配偶在那边哀嚎，然后他就走了。结束的时候，他带了一群小雕过来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地方草也长高的，花也开的，很多的动物因为它而存在的更好。在二重奏里，我们常常都觉得是大人在教小孩。我个人的经验发现，孩子在阅读时心灵活泼的程度比大人要强烈得多，他们的文化包袱少，主动的想象比较自由，常会给文化带来新鲜的空气，而那正是大人精神呼吸所需要的，所缺乏的。我遇到过许多小孩都比大人容易出入想象，
和现实的空间。如果大人可以常常陪小孩阅读，尤其是图画故事书，对大人的精神健康、心灵的提升会有很大的帮助。那你认为小朋友跟书之间或图之间他们的互动会产生什么？我们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？书很多的是有道理的，书有情节，书有音乐性。通常书我们就看待，我从三方面去看它。一个好的书跟诗一样，是给你意象，你看到那个图像会在内里产生。对，嘿，好啊，它是一个作品的神经系统。你有那个图像，你看到，哦，它整个就活跃起来。对，另外是它有文。文有句子，句子完整的话给你意义，意义就好像这个作品的写意带给你营养，让你想要看下去。跟另外一个是它的结构，也就是它的音乐性，它通常有一个音乐要重复或是怎么样，这样的东西在。所以这个三个合起来让你觉得，哎，这个作品你可以从好多的面向，可是我们通常注意会只在一个或两个或三个。哦，我说它的二重呢，其实它有音乐，它是一个比喻的，是哎，啊，有大人有看到大人的，对，小孩看到小孩的，可是因为你是一个纸面剧场，你们演奏的时候呢，就是图跟文绘本是两个合在一起的，所以图跟文是合在一起的，对。书跟念出来的声音也是合在一起的，对，妈妈或者是爸爸跟小孩也是合在一起。而且其实重奏有一个重点，要和谐，然后要听对方的声音来做反应。对对，那所以在这个二重奏这里面，你也介绍了几本书，那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介绍？你今天特别想推荐哪一本吗？我很想谈一个东西，并不在那里，就是甘比先生去游河，是当小的发问时，对。二重奏里面这个问题很重要，可是在这边他已经提出来，我们文化里面如果要重视问题的话，其实问题有很多不同的形态，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方式问，自己是甘比先生，他家住在河边，他有一艘船，他有一天那艘船他要出去游河，游河就有小动物就来了，我可以跟你去吗？他就好啊，只要你不怎么样怎么怎么样，我不用说那个故事吧，他就进去了。那才来的这个兔子来，猫来，狗来，猪来，各种动物来，他们你说特别我喜爱的是哪里呢？当那个牛来说，能不能清一个位置让我坐？对，只有它那么大，对不对？他都有提醒他，如果你怎么样就没有问题。后来他们当违背了就翻船了嘛。在这个帆船之后呢，他们很努力的上去，他都有提醒，每一个动物都爬上去了，这对小孩非常重要，因为没有一个落掉的，没有一个有意外的。之后呢，他们就在那边把衣服弄干，到他家里去做什么？去喝茶，然后下一次再来。你看那些小动物都违反了他们自己的被提醒的东西都吵起来，对不对？都翻船了，可是他已经受到自然效果的惩罚了，就不用再说了。对，我们大人常说，我不是告诉你们吗？这种话一说出来，那小孩子说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说完了，好像我们就尽责了。可是他用一个方式来达成，我觉得很难。其实教授，我在听你这样子讲述的过程，我自己心里就在想说，我要学些什么才可以像你那么会讲故事呢？到市场你去学，不是要像什么专家学，我觉得你去听市场里面的人讲话，你就会学到他们真是把意义放在声调里面。这会不会看了你啊，来，你看那个是在阅读里面，好久没有看到你了，来，你不想听，我就觉得说故事技巧真是不重要，真的是传染，你喜欢你说出来就有传染性。看完这本书，我觉得父母的观点被打开了，下次再回来跟小朋友讲故事的时候，同样用精彩的声音、精彩的表演跟小朋友一起来读绘本之外，其实父母的
观点被开启了，跟小朋友的互动就变多了。你今天的访问里面，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小孩会懂吗？重要书我们懂吗？那我翻译的时候，我翻了三个版本，就是三个不同的理解的方式。啊，我是觉得中间有一段我很喜欢，说天重要的是它永远在那边。然后我在想，有一次我跟小孩谈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对啊，对啊，要哪一天我抬头天不见了，哦，奇怪了。”他就会想这样的：天不见了。你看那个孩子四岁多，他可以讲这样的这事情，懂吗？我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懂了，希望我可以跟着小孩子懂得更多。其实我常常觉得在陪伴小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大人真的学到了更多。所以当我一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原本期望我是学习怎么样选绘本啦，怎么读绘本的技巧，不过在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发现我收获最多的是观念的启发。其实我也理解到，你期待从绘本中一定要得到什么知识的这种功利心态，其实是远远比不上倾听小孩子的声音，跟着孩子无限的想象一起来飞翔，这比较重要。孩子读书时把其他的世界关闭，一心读一本书。上了年纪的人读旧书拉拉牵牵，仿佛编织经验的大渔网。孩子的读书乐单纯热烈，我们呢比较会带嘲讽愤世之味，因此念自己小时候喜爱过的书给自己的小孩听，是成人重读最好的一种方式，让自己童年的经验借着孩子的文字单纯热情得以再冒新芽，却不失深度挖掘，四下探索各种经验，连接各种可能，只是得要能压得住从经验底层直冲上来的批评之情不说出来。重要书最重要的是他们最重要的内容都没有写在书里面，都在你阅读跟讨论的过程里。我相信当读者跟我一起读完这本书之后，也会跟我一样理解到阅读跟讨论过程中的美好。非常谢谢教授。谢谢。我很喜欢这本书。哇，谢谢。一开始的时候看不懂，但是读进去了觉得好棒哦，原来可以用这个角度。你有建议吗？让人家一开始就会懂。